上海实业环境控股807，市值37亿元，早于2005年在星洲上市，2008年在港商边挂牌，初期股价3.25元，现价1.44元，较当年低50.5%，估值偏低。一、上实环境业务是污水处理、供水、固废发电等。2021年12月年结首三季，营收50.72亿元人民币，按年升22%，纯利5.14亿元人民币，按年增15.5%，全年预测赚7.43亿元人民币，增17%，P 4.0倍。在星洲挂牌的上实环境星 SIIC 过去6年平均 P 7.8倍，现时折让近一半。二、上实环境2021年预测 PB 仅0.32倍，较星洲上实环境6年平均 PB 0.63倍，亦是折让近一半。三、上实环境去年3月发行15亿元人民币公司债，去年11月再发行同等金额的公司债，周息3.4厘，低息发债，用于收购，对提高 EPS 大有帮助。假设收购代价 P 是10倍，30亿元人民币收购的得益是3亿元人民币，而利息成本只是1.02亿元人民币，净得益是1.98亿元人民币 ，EPS 可因此提高27%。四、可作比较的同业中，北控水务371，市值320亿元，去年预测 P 7倍。PB 0.79倍，天津创业环保1065，A 加号 H 总市值107亿元，去年预测 P 6.4倍。PB 0.63倍，中国光大水务1857，市值53亿元，去年预测 P 4.6倍。PB 0.46倍，上实环境估值远低于同业，上实环境现价1.44元。目标重温1.91元，潜在升幅33%，同长嘉影天津发展882，市值21亿元，昨日大升10%，成交金额18球，激增70倍，全年盈起随时发出，非春江鸭也懂入市。津发去年料赚5.1亿元，增70%，P 4.1倍，PB 0.15倍。每股净现金值等于2.2倍，超平，寻宝对象，当然，一口吃不成半子，要享高回报，耐性不可少。1月26日于1.75元贱买，现价1.96元，目标重温3.07元。